咱们学长不高兴了，怎么也没做错啥呀？难道是那天阿尔法和贝塔的推理实验错了？小快，你们这样怎么参加比赛？学长，是不是阿尔法惹贝塔不高兴了？这时候阿尔法应该去道歉，这趟路人甲没用啊！15组，哎呀，我错了。 我错哪儿了？约我到这儿来，人却不见了。文文同学。 我要采访采访你，你第一次穿上白大褂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呀，大家安静一下。下面呢，有请我喊到名字的同学到讲台前，来领取你们医学生涯中的第一件白大褂。宋蓉蓉。 陈强、卢婉婉、顾乔、陈玉雪、卢文杰，我好看吗？3、2、1，婉婉同学，我要采访采访你。 你第一次穿上白大褂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就想能一直像今天这样骄傲自信，要配得上这身白大褂。虽然我来到临床系是偶然，但是我既然来了，就不会轻易离开，轻易放弃。这个可不是普通白大褂，这个是我的战袍，我的信仰。 既然我穿上了，就不会轻易脱下。好，采访你，我来拍照。婉婉，就算你当初。 选临床系是一个偶然，可是你对临床系的赤诚跟信仰也是真的。你不能因为一时的困境，就忽略这些真情实感的细节吧。